加拿大新岛传媒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杨舒。值此龙年到来之际，我代表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向各位观众朋友们致以新春的祝福，祝大家龙年龙马精神，龙腾虎跃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给大家拜年了。